今年的原名会在如山伊拉什兰巴多海海海伊朗，然后顿俺巴巴的印尼山高格巴达瓦，诺格玛达多热俺达多热格巴桑诺格星星，然后塞贝古山印尼俺达多热格胡奥诺格星星，然后吉古山印尼巴桑诺格星星，然后伊萨玛俺达尼古山印尼格比努鲁瓦希亚尼索格达多热恩吉古山格诺胡奥格达多热恩伊萨俺巴西瓦印尼来吉纳斯阿桑安格格阿亚莱霍安吉阿哈然。俺不是我到那里，今天是阿桑俺那个星星然后，吉古山那里阿然，古山侬不是我到那里，跟一包包都一样，都那里古山比那个，伊啥一万那个星星然后，俺数米万。那个原名会古木山，苏沙邦俺们达多热那闹那里个星星然后，古山个巴桑，伊啥俺们达多热嘻嘻呀。Kanu huau, kusan am pasiwa hinire kinas asangan ka ka ayalahuan. Ki kusan hinire asang ka tu iya. Ki rai kam ibabaw tu iya. To kusan hinika masempeng. Isa iwan ka sinsinran ho hini am sumiwa. Ki maihal hini kusan ka imakaidah ka huau. 这个人体研究计划它是以特定部落为那个目标群体的话，那就是用部落会议这个层级来去咨询。那如果是以单一的乡镇市区的原住民族来作为目标群体，那就是去那个乡镇市区的咨询会来做那个会议的议决。如果这个人体研究计划它不是属于特定的部落，那它也不是单一的乡镇市区的原住民族为目标群体的话，那我们其实都回归到我们中央咨询会这边来行使咨询同意权。在乌瓦提尼瑞吉纳斯阿桑安噶阿亚莱霍安吉瑞阿桑希尼噶格巴达瓦马海达希尼古山噶星星然后伊万。那些阿诺那伊玛苏米瓦，那今年苏来跟伊巴宝都一样，伊萨古山恩安巴斯本跟妈妈大瓦，今年来圆明会海达，那不都塞不西，今年古山个星星然后，那今年让哈拉乌嘎嘎瓦伊斯。古米丹希尼伊玛阿圭个因阿德姆，格玛萨巴尔达胡基希成长培伦古木山，海山尼希尼古山沙邦伊玛盖达嘎格巴达瓦，麦哈尔苏爸爸说阿新然后海达伊拉嘎嘎阿亚拉后岸，伊萨阿姆海达伊拉伊玛拜麦拉奥的希尼古山噶麦耶。那我们现在比较困扰的是在中央这个层级，在整个政府的体制里面，我们勉强可以代表各族在政府部门里面发声的，大概就是本会的族群委员。虽然代表性上面可能有些人会有疑虑，可是至少有我们的族人在帮我们做最基本的把关的工作。伊莎，格玛玛达瓦希尼来努姆达多热噶巴桑古木沙，海沙尼努星星然后希尼阿姆达多热噶胡瓦。伊萨古米达希尼个加斯本安，苏阿姆达多热个巴桑，伊萨阿麦加斯本安希尼古山个胡奥个巴达瓦努阿姆达多热个巴桑，伊萨苏阿姆达多热希尼乌基古沙个巴桑努个星星然后，伊萨又阿巴斯本希尼个沙邦个加斯本安希尼努个星星然后，米奈山以后阿哈，伊萨阿巴西瓦，卢沙个巴达瓦乌基琴哈，卢马里波希尼古山个格玛达多热。现在两个执法进行原住民族同意的程序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就想知道说这两双轨制的什么时候要走哪一轨，期待说原民会可以去整合，让整个双轨制变成一个轨，这样对于研究人员来讲是要获得这个原住民族同意的是比较能够简单就能够去遵守。今天是古拜，那个原民会古木山，说格玛达多热巴西吉拉，马什干希尼古山噶热热，伊萨那西阿玛海达格玛达迪拉哈希尼阿姆森本，盖达说阿姆达多热，麦伊玛麦拉的奥德噶格巴达瓦麦巴尔贝希尼噶热热，你乌盖亚道比那多罗多。